人可以来了。你乖乖，雅琴，我们到座会。哎，卡西里哦，哎，你掉了，掉了，掉掉，过来，过来。是哟，是哟，以后你会行哦。来啊，过来。哎，你看，以后会行啦。我唔难会行，过几两工啊，我得当零工。好啦，大社会，莫讲我紧。买种个囝就想要学飞哦，你要休困一下。阿峰，我拄只练行几落步呢。我讲休困一下就休困一下，你要饮茶啦。稍等下，搁我练一下。啊！我叫你休困，你拢唔听啦。阿峰啊！我讲休困就休困啦。你吃哪？怪的你哈！人要练行路，你还一直讲歪啦，你细细念细细念，袂输你阿娘嘞。啊！你讲啥？我伫讲你啦。你老爹，表妹，你先走哟。我爸回来呀。我爸，我爸回来是要从啥？伊回来从啥我也唔知影，啊，不过伊竟然家己买人斗阵，而且伊头毛夹掉，阁是日本人的衫。这奇怪啊！你中国人无爱做，去做日本人哦。董崔西，我俩正跟我放伊几条新路，也当好好照顾兰花。想袂到，伊有爱伫咧做歹代志。这个人，我早就感觉有问题。我想呢，兰花今嘛唔知安怎。兰花若是甲我讲，有我幸福，我嘛无爱信。胡勇，我爸是我放走的，我若是确定伊甲叶青云做甚物歹代志，我绝对要甲伊解决。真正是你，我爸，你人是怎啊？你哪会变安尼？你的武功？我的武功完全拢恢复啊！兰花嘞，兰花今麦敢好？你果然是兰花的大师兄，这么关心，只记着我，头一句话问的就是伊。你放心啦。伊即马人在日本，过着真好。那安尼，你即阵转来是？我即阵转来，是要处理一件真重要代志。而且啊，甲你这个民兵团的总教头有真大的牵连。什么代志？敢讲是甲叶静芬有关系？是的。哇！你有人？几大声啊！是。你中医堂的人是到真好找吗？另外的人客，嘛甲起家动手。动手是阁安怎？阮中医堂。该傲骨小高袂清，你叶公子，虽然讲我甲中医堂的人有骨小袂算清楚，啊，不过我这次转来上重要的是要甲你讲生理。我看今仔日
就莫甲因计较。今仔日小爱人去替恁求情，阿那无，我绝对袂放恁线。请。这乌吧，到底伫咧比什么？看起来，我爸这边转来，真正受得不了。干嘛阿呆？伊不变，伊来变。安娜，有拄着乌爸无？拄着啊。而且，伊甲以前无共款啊。无唔对，看伊的态度，伊并唔是要跟咱作对。而且我感觉讲，伊敢若想话要甲咱讲。后来因为叶新文出现。伊再甲阮动手，伊变甲较有理性，可能伊是代念我之前放伊走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足奇怪，伊是安怎搁甲叶青云做伙？佳明，你敢袂记？我爸讲伊即阵转来台湾，是有正重要的任务。我伫想，伊甲叶青云做伙，敢讲是有甚物苦衷？惠良，过去你不是一直足怨恨乌爸，是安那？你今仔日一直在替伊讲话。因为我感觉讲，伊的态度有改变，而且看伊迄个眼神，林波参军以前遐尔凶残。啊，不过，见面怀疑也冇道理啊。卡叔讲伊的个性难改，是安要甲叶青云做伙？我相信讲。加更多答案。那你讲，你甲中医堂的人情熟？无唔对，中医堂上细汉的师妹，就是我的囝。哈哈哈，你免这么紧张啊！当初我离开的时候，新娘把伊带走，所以中医堂的人对我真怨恨。莫讲我了，连倒是你，你甲中医堂敢若无真心的怨恨是无？即摆是我伫问你，毋是你伫问我啦。叶清芬，莫伫我面头前激王爷的计策我看。我即阵是代表日本来才甲你讨话。就生理上来讲，你只要将合约顶关日期交回给我，咱的生理就算完成。假使期限若到，你交未出来，大家就照聘照聘。你是爱赔真多钱哦，而且日本人不是好惹的。对了，生理重要，生理重要哈。照合约顶关的规定，我即阵返去日本的时阵，我会载10万栋的摊返去。莫讲我无甲你提醒，是剩无几工啊！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准时甲货交你。安尼就好。等一下。货我拢准备好势啊，啊，不过在运送的过程中。去往手走，你敢会当小看我几工？叶清芬，那是你的代志。我这次来，我是来做生意，大家照聘照聘。期限到，你无在条甲回交给我，你着准备回你。白白拢是中国人，你敢会当替我甲日本人讲几下好话？你咧出卖中国人的资产的时阵，你敢会记你家己是中国人？你敢会当跟我斗三工？
身份，你唔通怪我，是你家己做伤侪。你欺负我甲玉凤着准拄煞，竟然阁出卖国家，出卖台湾。我若无将你所有罪行揭发出来，就对袂起所有老百姓，也对袂起家己的良心。你是谁？伊是把日本来的贵客。莫等，我来给你介绍，伊是欧巴，为日本来的。伊是莫等，我的看守。哦，夫人，调了，真是的。你是日本人，哪会晓讲台湾话？我是台湾人。现在在替日本人做代志。原来是安尼，我要休困啊。牡丹，我讲我要休困啊。歹势啊，无紧啊。一个查某人，听着我替日本人做代志，看我的眼神，未输敢若咧看走狗，亲像伊这款的人，哪会甲叶星云做伙？不了，我食饭安尼。啊，天宇，我要回来。阿妹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无代志。啊，无代志，勿去叫检查饭啊。免啦，伊心情无好，我看想要去家交了。伊是毋是咧烦恼乌白代志？嘛毋是啦，检查到叶星云的羞愤，一直藏伫咧心肝底，所以要安怎做我嘛毋知影，想要替伊报仇。我嘛感觉讲，这时机搞袂到。不用啊，叶星云在拓空哦，拢伫咧拼命讲嘞，听讲搁有一批火炭要送去码头啊。行，咱来家做动，绝对袂当会送去码头。行行。想要跟我作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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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你是啥？是安怎要假扮红花？你是不是知影红花的故事？你到底是啥？龟龙赛，天九赛，敢讲我的身影，恁真正认袂出来？欧巴，真正是你？我拄仔有淡薄怀疑啊。欧巴，你敢真正会甲阮斗相共？你是不是有啥物阴谋啊？讲起来真见笑。过去我既然做出遐尼侪歹代志，加在剑英手势也悬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才有今仔日的我。既然是安尼，你的武功是安怎恢复的？一切拢是天意。我去日本了后，拄到全日本上好的大夫。所以今嘛，我感觉完全拢恢复。啊，你这边回来是？我讲过，我是回来上罪。实在嘛真见笑啦。我是恁的门婿，啊，毋过从头至尾，毋捌替中医堂做任何的代志。今嘛有这个机会，毋那是为着咱中医堂。嘛是为着全台湾的百姓，我希望你会再成全我。田球赛，我知影你无可能这么紧就原谅我。光阿公，我嘛是杀死恁母的凶手。这样就好，这边回来哦，看你的表现啊。田球赛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这个所在，只是大人们的心情，甲较早拢完全无同款。好佳哉，你心情无同款。也若无，阮搁要排阵啊。阿爸，建明小姐。你是家己人，但之前约了我唔对，你是家己人。自从我甲兰花去日本了后，阮的生活拢过了真平静、真安定。啊，煞未甲恁讲，兰花已经生啊！真实的，是查某啊，查某，查某的，足古锥。看起来，咱这个小师妹生活过了未歹嘛？也毋过是安怎？恁来个叶青云迄种人做伙？欧巴，你坦白甲阮讲，千万毋通骗阮。我即阵转来，本来是真单纯，代表日本人甲叶青云签约。咧半路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这个代志真无单纯。一直到台湾，我才真正确定，就是叶青云咧出卖台湾。我嘛一直咧想。到底要安怎才使摕到伊犯罪的证据？即摆好啊，红花大劫拖延到伊交货日期，所以伊要赔日本人真多真多赔偿金。
死狗，伊就一定献出原形，接受国外的制裁。好吧，我相信有你的配合，要制裁叶清芬，绝对是无问题。我这阵回来，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我是回来赎罪。那经过这个事件，当我回去日本，甲兰花讲，我甲伊的师兄共同完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代志，一定足欢喜的。话讲倒转来，我敢保证，叶清文绝对无钱赔日本人，所以这件代志免咱动手，日本人嘛绝对会放伊煞。欧巴，你千万唔通甲叶清文交予日本人，我要亲手甲伊解决。建明小姐，你敢对这个叶清文特别怨恨？革命的阿娘，还有阿秋、阿如，都死在叶清文的手头。尤其是阿如，伊过身的时阵，伊腹肚内底还有一个快要出世的囡仔，就亲像当初是你对付我同款。是的，我知影我过去做出真多伤天害理的代事，啊！不过我这次回来，我是来赎罪。既然这个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，请你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好吧，我会当重视，将永远放袂给你。但你真正替咱消灭掉青云，我相信到时阵，阮所有的人拢会承认你是阮重要的门生。看你也乖啊，我就想要问你，啊，不过今日歹势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哪会变安尼嘞？我跺脚的脚筋，去用针断。脚筋去用针断？你是跟什么人这么大的冤仇？一定要针你的脚筋呢？清魂，叶清魂，敢讲是为着探监？不是，是为着牡丹。牡丹？牡丹，我来甲你介绍，伊是欧巴，为日本来，伊是牡丹，我的牵手。莫怪，莫怪叶清芬咧介绍牡丹氏的家后的时阵，牡丹的表情是遐尼啊奇怪。我奇怪，就是迄种唔愿意承认，但是又阁无方便解释迄种表情。我到即摆才了解，原来牡丹的意中人是你。是我写给牡丹的，早就写好啊。也不过外地无法度摕予伊，我嘛无希望中义堂的兄弟退后去冒这个险。既然你即马出现，又搁伫叶清芬的身躯边做内应，你来退后送这张批是上安全的啊。看起来牡丹甲兰花同款，
这个叶青云，就甲当年我同款，遐尼啊苦。伊比你苦一百倍，上起码你对兰花的爱是真的，所以咱才会起冲突。也毋过叶青云无同款，伊只是甲牡丹当作一种犯罪的借口。卡苏娜跟你比起来，咱两个有一个同款的所在，真心的爱，永远无放弃的爱。有影，彼当时我有影爱得足辛苦。喂，两位，你想怎样失去爱人？